就是那个新来的，赶快比划比划。等会儿的比赛，我要你好看。真是怂瞎了，算你小子走运，下次再赢你。比赛终止，大家快上车，注意安全。别愣着了，走。出发，我来带路。这帮混蛋是追击队，他们专门……回头再给你解释。Thank you.